小杨，我喜欢你。怎么样？大仙儿，你还没走啊？当然没有啊，我怕你这需要人，没有人手。再说了，我也没什么事情。我现在这儿已经没什么事儿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这么长时间。那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。 医院门口就有公交，快回去休息吧。改天再请你吃饭喽，拜拜。 小杨，我喜欢你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要不然以后就让我来照顾你吧，好吗？ 大仙儿，你别闹！我没闹，我很认真。你对我来说一直都很特殊。再过来这么多年，我还是会想起我们小时候的样子。直到我这次回来见到你，我见到你面临的一切，我都想跟你一起面对的。我老是会想起你，我会想你。今天在做什么？你在哪儿？你过得好不好？我才明白这是爱情。不是大仙儿喜欢邱大院子。 是我，左怀仁，喜欢你，秋月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也不是说，非要你现在给我一个答复或者做什么改变，我就是觉得我应该告诉你我真实的感受，我想让你知道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正式开始追求你，好吗？ 对不起，大仙儿，怎么还不回来？ 关我什么事儿？我是师傅，关心一下很正常吧。